最佳女主角，你们最辛苦，我知道。为什么？又不能讲话，也不能吃东西，又不能聊天。哦，对哦，对对对，那你有没有吃？有。什么？哦，不是啊，哦，你贵姓吗？你真的很漂亮，看到你们很开心哦。我是很老的学长，啊，我是拍戏的。拍戏你知道吗？拍戏就是一直想要认识你都不敢过来的那种，一人一张。我这过高速公路可以免费的哦，对，但是会罚钱的。到 seven 可以打，可以用的。哎，要叫 seven 打电话给我，不要丢掉哦。打给我的话，我一定会接。接下来跳完了随性的招掌，他们要来跳一下有牛仔风的街舞。以前我一直经常办活动，然后以前我办活动我就站在台上，然后有很多默默因为一个活动很多人讲的就一个人的我就听着我们你们今天的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办一个什么，就是慰劳的一个餐会，然后餐会吃饱之后呢，再来唱个歌，然后你来当发起人，然后你当副发起人，那你当见证人。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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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舞蹈社的，是吧？对，我们国标舞。哦，真的，有没有缺？我可以学吗？可以啊。真的？哎，哪一天上课？礼拜四晚上几点？七点。我怎么找到你呢？你可以跟那个校友会的老师联络。哦，好。七点，晚上七点，礼拜四。那下礼拜四我去找你们。万一我没有去的时候，你要打电话告诉我，说我是骗人的。那、我有去的话，记得要认识我，教我怎么。学长。哎，对。我下礼拜是要去上课。要上课啊？跳舞啊，国标啊。他好会跳哦。对啊，所以去学一下。